看你这个办事，今仔日是要彻底解决啦。只要讲叫有关系的代志，无通含苦，无通抢。敢唔需要大家这样个？讲起来，我只是要爱恁后生的皮垫尔。我无想要破坏咱兄弟仔情，你要较规气，把恁后生皮垫摕给我，安尼我两个囡仔欺负人的证据就袂白空啊，安尼唔是较好？恁两个囡仔敢敢欺负人尔？ 因是重伤害，万不利人若走啊，就是一条人命的问题。咱两个社会的行，手早拢抹垃圾吧。你即马搞讲你为着一条人命，你抱不平，我敢要信？冤家冤家冤家，我无可能破坏。啊，不过认真讲起来，冤家并无做唔对的，难道是你？敢要趁这个机会？ 让恁两个囡仔受到淡薄仔教训，安尼伊才学会乖。恁爸伫咧同我来关遐尔侪年，上册就是失去自由啊！问资格思维才几岁尔？我哪有可能让因甲我同款入去关？既然你有你的坚持，我嘛有我的原则。今日注定，咱两个用讲的超袂平，就莫阁废话。你无想要爱你的囡仔出代志，我嘛无想要爱我的死神用关。 看起来，咱两个是一定爱拼命，我大军也无得惊的。结拜兄弟，情同手足，我对你手下留情，望你知影进退。 你让我，你就把真个给死提出来。江湖走跳，正义为重，算是我欠你一个兄弟情。你个真清楚意外玲玲，我随时会当处理的事。做你来。 做兄弟的，有今生无来世，背骨不忠，天地不容。啊，不过我不可能帮阮家的外公。今日对刘金三界，咱兄弟情算是一问断一绝。你若继续卡着阮一人，我绝对亲身送你去。 你莫想讲我那个准多少？ 以后咱兄弟啊，各行各路，这件代志我用我的方式来处理。其实文爸不是什么好人，伊是一个双手都不会的杀手。 是杀手。阮爸昨昏甲我讲，伊过去捌做过杀手，嘛已经害过真侪人。阿伯，这个人就看起来故意是老实人呢，哪会去杀人啊？我一直甲伊当作是一个安分守己、做普通生理的老实人好爸爸。我只要想到这个，我就感觉我足戆的。 不过我会当坦白出来，阿伯毋是啥物歹人啊，至少伊对我甲阿嬷是真心的啊。伊做杀手应该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伊昨下嘛像你讲的啊，伊声声句句讲，伊的杀人拢是为着要保护我，这爱我安怎接受？我毋是要做啥物正义魔人，阿不过杀人这款代志真正受超过啊。
我真正不知道要用什么心情面对伊啊！我真正不知道要用什么心情面对伊啊！我真正不知道要用什么心情面对伊啊！我会当了解你的感受啦，因为咱两个即卖处境差不多。什么意思？我嘛是昨暗才知影，我阿伯亲生爸爸是我阿妈甲阿伯的冤仇人。一个叫做陈忠信的大歹人，校长的亲生爸爸是伊的冤仇人。嗯，啊，陈忠信跟我阿妈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啊，所以这件代志对我阿妈佮阿伯来讲是足大的打击。佮较惨的是，我阿伯先生，互伊丈人爸摕去做武器，等于是伫我阿伯空嘴抹盐。咱的今麦丽萍阿姨还有校长，心肝内恁足艰苦的，尤其是丽萍阿姨啊，伊今年今麦才知影，伊后生的亲生爸爸是伊怨恨这么久的冤仇人，一定无法度接受的。这件代志别讲了，我阿伯阿母因兜嘛母甲乱七八糟，我甲阿妈未来日子应该嘛袂好过啊。啊，只要想到这个代志哦，我就足惊吓的。怎样要安怎才好？安尼讲起来，咱两个嘛算是同病相怜了。阿公，人讲人生唯一袂变的代志哦，就是变。啊，既然咱无法度掌握咱的命运，安尼咱就把家己的代志做好。啊，虽然。命运咧创治人，不过好加载，咱唔免家己面对这个困难，因为我有你，你嘛有我。冇唔对，好加载我是可比有你，有你的陪伴，就算讲我的人生更加袂顺，我嘛袂感觉孤单寂寞。周正恩为厝老尾顶搬来代志，甲恁有关系无？爸，你哪会雄雄问周正恩的代志？啊，这个代志拢已经解释足一解啊，但真正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，敢无？警察拢要找你去问话啊呢？警察拢甲我讲啊，恁两个涉嫌架设钓鱼网站，周正恩毛投资的，而且。金流清清楚楚，留起恁两个户头，真正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这件代志一定是万一林还佮有朱晴天，因挑故意做一个假证有交予警方，因的目的就是挑故意要甲我陷害的。无唔对，客妹，我明明就好用电脑的，这件代志百分之百是伊做的，阮才是受害者呢。客妹，你应该替阮出面找伊算账才对啊。你真正是空头毛唔知死活呢，无看到棺材你唔知扛，警察开始调查呢。若真正查出来讲，恁两个甲伊的代志有关系，那是杀人未遂呢，判重罪哦。恁敢知影这个代志真大条？爸，你是安怎敢若愿意听别人讲的话，就是唔肯相信我甲四伟啊？我敢无相信过你？结果呢？换来是愈侪白菜，愈侪失望。是安怎你袂当参像杜君仔食个同款？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就是烦恼阮的安全。只有这办法保护我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你电脑站伫别人迄边，甲我骂。我即马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完全感受袂到一个爸爸想要保护囡仔的决心。嘛是因为安尼，我才无准备甲你斗阵。实在是真唔捌代志呢！迄个杜光亮因保护恁的方式根本就是唔对的啊！
伊那不是爱，迄个甲恁害死的啦！恁爸爸才是真心为恁好诶！你卖阁塞人阮爸好无？拢是因为你，拢是你阮爸才变甲安尼！不是，太妹！你今摆拢为着这个查某，拢会使甲这个这个三十几年的兄弟赶出去？那咧我甲孟子，你早晚嘛会赶出去？无几件安尼好啊！已经厝留予恁，看恁要怎去让这个查某牵咧行，阮拢不要紧。至少阮即马对伫个这个亲姑边，唔免烦恼，搁会等一过，到紧才甲讲你啊！你是凭啥物给我拍照吗？啥？你会当叫我是乌马桑，讲我是外人，骂我袂见笑，我拢不要紧。我嘛无勉强你来接受我，啊！不过恁哪会当安尼对恁爸爸讲话咧？伊一个人父代母职，辛辛苦苦甲恁两个抚养大汉，伊有偌爱恁，有偌要紧恁，其实恁两个心肝内拢知知的呀。是安怎，搁要讲这款话来侮辱伊？都是因为迄杜光正安尼听信恁，恁都无爱家己的老爸、客爸啊？伊若真是无要管恁的死活，今日根本就免行这桩。由在恁落警察抓走就好啊！伊今仔日会想要来甲恁讲，都是相信恁那个肯信任伊这个爸爸，予伊会当替恁找一个解决代志上好的办法。是安怎恁都是袂当理解伊的苦心嘛？伊忍着心痛，敢唔甘予恁替杜光亮？伊煞都爱目睭金金看着杜光亮，甲恁愈撮愈偏，甚至。最后恁才真是被抓去关，最艰苦的人嘛是伊呢。既然你知影你是外人，你就点点徛在边啊！我甲四月来住杜君阿姐这边，阮爸阮哥拢无意见，你是有啥物资格在遐啰里啰嗦啊？台风敢有甲恁联络？伊敢有来找过恁？你毋是一日到晚拢甲阮哥黏滴滴，你甲阮问这个代志要创啥？我即马找无开封，无迄个心情，甲你直接斗嘴讲。恁若是因为开封为着我修理恁，恁就恶作剧甲伊藏起来。那安尼，恁上好即马跟老实讲，莫让阿伯烦恼。开封不是别人哦，是恁家己的大兄哦。卡总连恁家己哥哥，恁若敢动手，我就真正袂放你煞。客伯，我哪有可能会对你动手啦？真正无可能啊！啊！而且平哥的脚手这么好着，我哪有可能会对你安怎啊？我就是讲啊，就算阮真正要恶作剧，嘛是针对这个袂见笑的查某。伊的私生活这么乱，根本就配阮顾袂起。我巴上你，你免听我细声啦。我说你这个嘴皮，是我是梓潼的阿姨替伊拍的，我绝对有资格教示你啊。你明明知影梓潼过去受到遐尼大的伤害。你明明是女性，你无帮助伊行出来就准拄煞，你等到底呀？揪伊后脚！你是拍煞未啊？讲袂赢人就干来遐动手，你是偌水准啊？自从你来阮家，就把我规个厝弄到龙家煞地，你才是最毒妇人心啊！我跟你讲，就算讲黑妹想要带你做某，我嘛永远不可能接受你的啦！我要跟谁结婚？哪一个恁同意哦？你敢来跟迄个阿姨徛江边，跟阮杀对十八回，你敢能做啥？做不到夫妻个，我无在条家，我如果搞警察去搞，今天你果不恁知影，无我替你砸红票哦，这个社会有外黑是外残忍，行。爸，你要做啥？我将传你的警察局副手。就算我今日目屎干的，我嘛要跟你交嘴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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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